那你蔬菜有什么锅底吗？陷阱卡。收工。怎样？你说。有你。乐乐乐乐乐。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看到这块牌子，又知道我今天要来干嘛啦？没错，我就是要来挑战。大胃王一百盎司，我怎么大舌头这么严重？对啊，大胃王。大胃王是什么？这个口罩影响了我的口才。大胃王一百盎司挑战中，这个是书意锅，相信大家知道这一家火锅已经有人来挑战了，就是丁丁，但没想到他失败了。你知道他失败，我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我很害怕自己也没办法成功，所以我就决定，我要再带一位队友之外呢，我还要帮那一个人血池，就是我的朋友丁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前面有比赛肉多多，其实这面分量跟肉多多是差不多的，唯一输在就是时间，只有60分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肉多多是90分钟，我的确那个时候吃也多了10分钟多了。那我有问丁丁说，如果多10分钟，你觉得吃得完？他说一定吃得完，怎么能吃不完？哎呦，你看吧，好像听说有人来挑战了，也是两人，然后吃的也很快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吃完。是看谁吃得快，你有信心吧？可以，要来破纪录。谢老板吃，而且也可以再免费吃一次。对，上次花了3000多。3000，因为他吃最贵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准备 ，Let's go， 开始肌肉挑战喽，加油！摆盘我有点吓到，还蛮澎湃的，摆起来看起来。对对对，因为跟以往就是都是平行的，这个是王肉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今天呢是一个人的话是60分钟完食就是免费，那两个人的话呢就是30分钟完食就免费。之前二犬跟杰克他们都有来，然后已经算是还蛮快了，29分钟40秒，几乎是已经压线了。有点紧张哎，感觉他们也很强，为什么给我这么大压力呢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尽力而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快，因为这样才会有一种刺激感跟挑战。我们这次有策略吗？这个就是留在后续之中，对，不能先告诉大家。好。Go。开始了，开始。我以为你，我以为你不知道。哟，因为我看料好好可爱哦。那鸭血是也要吃完的吗？你锅底都要吃完，对不对 ？OK。啊，那你蔬菜有什么锅底吗？陷阱卡。然后现在过去3分钟吗？帮我关火。好。
下17分钟。看镜头，真的是很强。你可以帮我把蛋煮了吗？煮你那边。哎，其实我还有一种办法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到底知道？目前过了16分钟，你的蛋用的很聪明。唯独一个缺点就是太烫了。帮我吃芋头好不好？耶！20分钟结束。20分钟结束，他已经先宣言了。20分钟结束哦，没有任何嫌疑。这只是检查阶段啊。确定四锅都没有问题，收工。好，现在是19分31秒。哇，我们进步十分钟。19分31秒，推进10分钟。让我们两个超被喊了。19分31秒，来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再讲。哦，超热的。耶、yeah! ！我们挑战成功啦！没有想到我们的成绩会这么亮眼啊！我真的差点立 flag，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挑战这么快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你成绩在这边。兄弟秀一下，19分30几秒。31。9分31秒。我以为还会20分之类的。目前本店最快的记录。我还会觉得是史上最快。我口误，史上最快。真的觉得我们刚刚是拼尽全力。你跟我拼尽全力，还是你用20%而已？没有啦，8%。我刚刚是真的很卖力，我这么卖力才敢笃定不是调掰，而且我还带上那么牛的队友。你们两个都很牛。刚刚其实本来没有想过我要打在上面那个蛋，放了那两颗，然后又要煮，好烦哦。我就干脆打在上面，反正蛋我觉得可以拌着吃，没差。又有一个问题是，我很怕别人觉得我没有把蛋吃了，所以我又把汤喝了。对，你肯定把那个冰水喝掉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连冰水一起喝掉，我很怕会有争议，所以我就立马又把它喝光。可能观众有看到一个奇怪的画面，我咬了他的芋头2-3口，都递给他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嘴巴还在咬，我想说节省时间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我再帮你咬一半。他说好，然后我就把它拿起来咬咬咬，然后就放回去。是为了节省时间。你会在意吗？没问题。对吧？我们可能都还有点没事。我刚在你开黄腔。其实这一整套操作里面有一个冰水是制胜关键。上一次在云林的时候，就是他的频道有我跟他另外比赛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哦。他就很后面就跟老板要了一壶冰水，我想说你有这么渴是不是？他就立马往里面倒，然后菜啊全部都变冰的，我就觉得哇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都偷偷把丁丁的伎俩学起来，然后下次自己拿来用。哎，这个真的超技巧的，我以为是肉拿起来放进去涮，然后拿来吃，直接淋上去更快。对啊，好像也是。丁丁刚刚很酷哦，在吃面的时候对镜头耍帅。我们来看一下 VCR。刚刚很丑哎，一捞上来，这2块怎么都不拿？你连形象也不错了。想要算了，就直接喝了没。不过我觉得比赛就是要这么认真，这么专业。反正形象就留给现在的我。刚刚的画面一切都是敷衍。拜拜。来，恭喜你们成功。这个挑战算难吗？两人来讲。怎样？你说、啊。有你什么比赛都不难。神队友哎，神队友，又是土味情话，什么鬼？我觉得不难啦、啊，因为真的我蛮相信的，队友很强，你会有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，有人一起努力的感觉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喜欢双人比赛，仅存的一点压力就是很害怕拖累他，所以我会更努力，这样就没有了。而且反正观众就喜欢看我们，噔噔，荧幕情侣，谢谢。他就不跟我求婚啊，我没办法。喂。反正呢，接下来如果还有任何的双人比赛或者怎么的呢，就是可以贴给我跟丁丁。挑战给他们干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去比赛了。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双排大胃王。哎、欸，对，双排，我要打上精英嘞，我丁丁。
个队友，你看我被凯瑞，我是辅助 support 我是 support 好啦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也别忘记追踪叮叮还有他的 IG 跟 YT。 好，那我们就下个比赛见。噔噔，有没有这一次我觉得还是有超越一下。你们现在有饱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塞很快，有一种要饱的感觉，可是现在慢下来没有吃东西，就觉得好像又可以吃东西了。快想想我现在会想吃。你还真的想吃哦？如果真的要吃的话，就是蛋糕汁，换个味道，我知道。换个味道，你们不是饱，你们是味道腻了。可以吧？什么？Cat 就是 Creative Creative One， 是为了台湾的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。除了可以提早4天观看到我的最新影片之外呢，还有精彩的单片大片哦。现在立马赶快来下载 Honey Video App， 进入 Cat 的网红馆看看吧。